掌声，谢谢来自中国上海的新二胡音乐人李军，来再次掌声，谢谢李军。谢谢大家。哇，李军这首曲子真的是好浪漫哦，把我们全都带进了梦境，如痴如醉，对不对？大家都醉倒了。谢谢。所以接下来继续要醉了。哎，听说你好久没回来了，对不对？对。这次离开马来西亚应该时间最长了，差不多将近3年的时间没回来。3年的时间，马来西亚的朋友都好想念李军哦，所以呢，好不好？想念马来西亚的朋友，好不好呢？我们就要考考李军，用国语，就是我们的马来语，来向现场的朋友问候，好吗？哦，是，我是群众要求。好的，不过这句话不难学，我马上可以讲的，不过希望大家能够大声的回答我。好。 那只要李军一问的话呢，大家就要大声的回答哦。OK，准备好。阿巴嘎巴，可以再热情一点。再大声一点。OK，来。阿巴嘎巴。太好了，是的，太棒了。我们的马来西亚的朋友都是非常的热情。对对对。怎么样？再次回到来马来西亚的感觉？其实这么几年没有回来了，我非常想念马来西亚的朋友。 那么今天非常难得的机会，能够作为南方光辉30周年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契机啊，能够受邀参与这样的一个隆重的大型演唱会，那么也是我非常荣幸。那么其实呢，刚刚您所讲到的马来西亚的情感呢，其实我是非常深，因为除了我在中国生长，我也在其他很多国家地区生活过很多地方。那么无论如何，马来西亚一直我认为是我的第二故乡，因为你的新女朋友也在这里，对不对？ 好，其实李军呢，真的是很努力，因为呢，他在后台啊，一直不断的都学了很多很多的马来语，希望呢就可以多用马来语和我们马来西亚的朋友沟通沟通的，要不要就是献一献你今天所学到的马来语？没有，他们刚刚教我，但是我可能学的不太好。那他们教你什么？他们就是说你要出去买东西的时候要学一些数字。对，学些数字方便做事。对对，比如说就说，然后他们叫我说五怎么讲？五，我们五国语叫什么？ 他说你吗？你吗？对，你吗？不是我吗？你吗？你吗？真的是你吗？啊，OK， 不是你妈，也不是我妈。OK， 李妈，OK，李妈，对，不是你妈，不是我妈，不是我妈。OK， 好，李妈，对，好，那还有呢？十五，他们叫我十五。十五，我们说什么？大声一点来，十五叫什么？叫李妈 plus， 李妈 plus， 对呀，李妈 plus。 怎么可以这样呢？那憋死啊！你 plus 怎么可以呢？你妈憋死 ！plus 啊！那叫憋死吗？你对呀，那叫你妈 plus。你妈 plus？ 哦，你听到你妈憋死？你妈 plus？ 哦，好，你妈 plus。 啊，你妈 plus。 啊，好，你还想学什么？憋了酒的话就拉肚子，你妈拉肚子。 哦，憋了酒就拉肚子，叫做你妈拉肚子。是不是这样的？你妈拉肚子。500是不是这样讲的？500。 哦，500叫你妈拉肚子，你妈大肚子。哦，OK， 来掌声鼓励一下。谢谢，可能我讲的不太准哦。那拉肚子之后又怎么样？他们说这样就很离谱啊。对呀。那你妈离谱？那你妈离谱是什么东西啊？就是5000是吧？天哪。OK， 5000叫你妈离谱。很离谱，这样不行，要么拉，要么就不拉屎，要么就拉肚子，这真的很离谱啊。像妈妈来到马来西亚就糟了。那就得重打。啊？你妈重打？还要重打？50000。 是不是叫你妈重打？那个叫你妈就大，天哪！<笑>啊，再次掌声鼓励鼓励李军。谢谢。我想从马来西亚话这么容易学的。很好玩，对不对？其实呢，言归正传，这次呢，听说我国首相到中国进行官市访问的时候呢，在这个观念上，你还是特别指定的为宴席上的嘉宾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也非常非常荣幸。 那么能够在那个首相马来西亚的首相访华的时候，那么那个是中国的总理设宴的时候，他非常荣幸能够受邀在这边演出，所以更进一步说明了我跟马来西亚的感情。对，谢谢李军。